小胖脸越来了，正常的吗？正常版的啊，是。三月里来。桃花儿红红，喜花儿开，水仙花儿开。又只见那芍药牡丹圈一开，啊啊啊，嘚儿一呦嘿。我要吃好久久的喜。说笑话时间也到了，哎，今天讲这笑话也挺有意思。不是在说笑话之前，我要考你一下。哦，你要还是要个脑筋急转弯？要暖场啊！是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难得你还主动，一定有新的点子。哎，我来就让你转一转。这也是老的脑筋急转弯。哎，好，说小你听过没？可是有时候我孤陋寡闻，还是很新鲜的。会吗？你会孤陋寡闻？你这个资讯那么多，不见得我听得到，就是你听到的那几个。是。来说说看，是这个一个高个子的男孩子，高个子的男孩子猜一个食物。食物，一种食物，高个子的，是高个子的甘蔗，甘蔗，罗顺啊，不是，错，高个子，哎，高个子的，哎，那个法国的那个长的面包，你就想到那里去，那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一种食物嘛，啊，我们生日快乐的时候常常吃到蛋糕。对呀、啊，高个子为什么会比成蛋糕呢？比较高嘛，不高也不行。还有，哦，你一解释马上我就融会贯通，是、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小亮哥呢？矮个子的男孩子也是猜一种食物，有食物叫蛋滴的吗？那个磨蛋滴啊，蛋工啊，马来西亚。我记得我们刚才吃到食物，我们刚才吃啊。哦，我们那曼妮拿给我们吃的那个哦，有没有蛋饼啊？这个是什么？个子矮的蛋挞吗？哦，羞憨了，还够不？哎呦，还有，太没有逻辑了。这个，高个子的女孩子猜一种化妆用品，化妆用高个子的女孩子，嗯，面霜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雪糕啊，不是什么雪糕，胭脂雪糕，不是，错。哎，这还真难想，高个子的女孩子。我告诉你，化妆品是什么？唇膏嘛。啊，是有点亏了钱。来，这都是一些这个亲朋好友给我的知识，要不然我哪会呀？啊，这个大拍挂，哎，还要动动脑筋。是，不错，轮到我讲故事了。是，哎，是有一个人啊，这个男的觉得自己太胖，哦，要去减肥中心。哎呦，一去说，小姐，我想减肥了。女的说，啊，先生要减肥是？是，你们这个减肥这个怎么个算法噻？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减肥有500的。有1000，还有1500的。哎呦，这还有这个分别啊！三种规格。先生，您要哪一种减肥的？这样好了，我就来个500的，好不好？先500减肥嘛。是。好，那就是先生交钱。哎，就是500块。好，谢谢，这个钥匙给你，你走第一号门进去。嗯。啊，注意啊，里面很宽敞的，我们这个减肥很有规模的。嗯。啊，这样子，好，谢谢，就把它第一号门打开，啪锁一开，一进去看一个女的坐在椅子上，高脚椅上，穿的是3.4的腿翘里面，小姐进去跟她笑一笑。比基尼，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扑克牌啊？啊？那个吗？嘿嘿嘿嘿哈！啊就是嘿啊！这一看，哎呦，这减肥中心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哦，设计的蛮有艺术价值的。是，美女让我追，我用追的来散发我的热量，追到了还可以嘿嘿嘿。好啊，500块不算贵啊。好，看我抓到你，我就追路一样。一直跑，哎，抓不到，一直追。好，终于把他追到了。哎呦，也顺利的，嘿嘿嘿。哎，回家以后，哇，暖和打了一秤上放个磅秤，哎呦，真的少2公斤了。耶，哎，这个厉害，蛮厉害的。
过来过了过、哎、过了几天又去报道，再想减肥一下、哎、要持续嘛。哎，小姐我来了啊，先生又是您，您这次是啊，这次500的我试过了，这次我要1000的、啊、1000啊，好，这是这把钥匙，麻烦你走第二号门，嗯，注意哦，里面也很宽敞，宽敞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有经验了，好，第二号门打开，一进去哇，又是一个美女坐在高脚椅上，哎呀，这次连3.4都没有了，哎呀，全身科体。全身坦荡荡的坐在那里，见面还是一样，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我已经知道规则了，看我怎么抓到你啊！终于也追到，哎呦，哦，这个跑得比较快一点，哦，是是是，但是还是最后还是嘿嘿嘿回家以后一看，哎呦，减了5公斤的啦！哎呀，哇，成绩越来越好。是是是是，第3次又去报道，哎、的不错。哎，先生你又来了，嗯，哎、您这次要500，不用解释、啊，不用介绍了，我了解，我都来行了。哎，这个多来蛮亲我哎。是是是，这是3号钥匙，麻烦你走3号门。啊、哎，是是是，这个人进去，嚯、哦，啥货？哦，头一摆我请啥，第二摆我请门一关自己上锁，一会儿哎呀，我死啊！啊，怎么样？什么有一只星星坐在上面，有两个星星的、哦，星星坐在上面。哦，我看客人进来了。嘿，我追你，如果我追到你，我就把你嘿嘿。亲爱的，好快啊！哎呦，这样收到靠近啊！这次跑回来，跑回来瘦了10公斤，真的被他追到了。那也只有嘿嘿嘿嘿嘿嘿。羞喊啦！哎，用这种减肥方法，是是是是的。但我这块的减肥中心，哎呦，我不知道那可能1号、2号的生意比较好比较好一点，500、1000的，哦，1500我看很难。那你改天介绍我去吧。